我原本应该带着松松来看您的，可是现在带不带他来也无所谓了。妈，我现在没有地方可去了，爸那儿早就不是我的家了。他在心里总是想着那个女人，你让我怎么原谅他呢？还有姨妈家，我也不能再回去了。姨父今天说了那些话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陈伟健，那个曾经爱过我，曾经在您墓前向您发过誓的人，现在也属于别的女人了。我自己工作也丢了。妈，您告诉我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妈，你怎么忍心这么早就走了，把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扔在这个世界上？妈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想看看松松。你不是不要孩子了吗？这会儿怎么想起他来了？松松不在家，在他爷爷那儿呢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想在这儿，在这儿待会儿。这儿已经不是你的家了，离婚判决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这套房子归我，我另外找一套平房给你。哦，这个呢是平房的钥匙，拿去吧。我不要。没有了。要不要随你吧，反正我是依法办事。小薇啊，我希望你也理智点儿，别像家庭妇女似的，毕竟你也是有文化的人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赖在你这儿的，只是想在这儿待一会儿，以后就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可是我要出去啊。你还怕我偷你东西吗？这从前也是我的家呀。好吧，你愿意看你就看吧。不过呢，我今天晚上六七点钟回来，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最好离开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你走的时候把那个这套房子的钥匙留下，把门撞上就行了。行不行？那花多少钱？谁呀？喂，周家昌，我是陈伟健。哎，小薇自杀了，吃了一瓶的安眠药。什么？自杀了？人呢？我刚送到三河医院，正抢救呢。现在你他妈王八蛋！我是混蛋，我承认我是混蛋。哎，周家昌，我求求你，你去通知一下苏老师好不好？我不管，他妈自己干的好事，你自己说去。我承认，我对不起小薇，对不起苏老师，我对不起你。可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你无论如何得跑一趟啊！我主要是怕他受不了。你去的话，可以慢慢说嘛。你就等着挨抽吧，啊！
了来了，别敲这么急。看看吧。小乔，老四，小薇住院了。怎么了？什么病？这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，您跟我走啊。你等一下，你老实说，到底怎么了？小薇喝安眠药了。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就在他们家附近的三和医院。陈卫健刚给我打的电话。小姐，请问里面抢救的病人是不是叫苏小薇？是苏小薇，药物中毒。怎么样？他危险期度过了没有？正在抢救，还没有度过危险期。你们是他的家属？我是他父亲。那你们在外面等着，不要走开。好，不走不走，哪儿也不去。你别着急坐下。小姐怎么样了？正在抢救呢。陈伟健呢？陈伟健在哪儿啊？他哪还有脸见我们？肯定躲起来了。我找他去。不要了，现在抢救人要紧。这个人多一眼我都不想看到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弟？啊！哎，快快快，坐来来，先坐下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啊！我也疼。是不是饿了？不是，他可能是紧张造成的。我去给他弄点热水。我给他找热水。哎，老周。我知道你现在特别想揍我一顿，没关系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你先告诉我，小薇她现在怎么样了呀？什么怎么样？抢救呢？那你这是？小季胃疼，我给他买个被子，找点热水。哎，我去买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你还有脸来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小气小气。那是他自己想不开，我又没有逼他，是不是？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喝了。那要不是我发现的早……哦，那你这么说我还应该感谢你了。不是，我绝没有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他也碍不着我什么事儿啊。你混蛋，苏小薇的家属。哎。怎么样？我们已经给他洗过胃了，情况基本稳定，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，需要再进一步的观察。那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哎，可以。好。哎，对不起，只能一位进去。哦，那你呢？在外头等着。病人需要安静。我是爸爸，你能听得见吗？一定要挺住啊！啊！爸爸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妈，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你。我没有做到，你怪爸爸怪得对，可是你知道，爸爸是爱你，全家人都是爱你。苏文培，小薇怎么样了？啊，正在抢救呢。苏文培，我告诉你，小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这辈子别想过上好日子了。龚阿姨，这件事情不能赖我爸，都是那个陈伟健惹的祸。陈伟健是陈伟健，你别把责任都推到陈伟健身上。我告诉你们，
你们一个算一个啊，谁也逃不了干系，这笔账我都给你记着呢。老的干见不得人的事，小的不让小薇过好日子了，还挑拨人家两口子离婚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家子合着伙来欺负小薇姐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就算我们一家都欺负小薇姐，那为什么小薇姐在我们家住20年从来没有自杀过，可在你们家住了几天就自杀了呢？你说呀你。这个小毛丫头啊，你还血口喷人啊你。你说这些话你有根据吗你。你现在知道要找根据了，可是你自打一上来到现在你就没有说过这种根据的话。好了，大家都冷静点，别吵了行吗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，我说的有错吗？行了小季，你给我闭嘴。苏文培，你女儿的话你可都听到了？妈，这是医院，我求您了，别吵了行吗？苏小薇的家属，病人醒了。咱们赶快再进吧。小薇，你怎么干这种傻事儿呢？啊！想我吗？这苦命的孩子，李阿姨，我能跟小季说几句话吗？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妈乱发脾气，太偏激了。回头你帮我向你爸你妈道个歉吧。反正都这么多年了，又不是头一回，道不道歉也无所谓了。那我说句话，你别生气啊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既然知道他们是多年的恩怨了，这种时候你最好别跟他吵，要不然等于火上浇油。你是说我火上浇油是吗？我不是怪你，我是说你别跟我妈发生正面冲突，她就那脾气她改不了的，哪能劝就劝，劝不了咱们就躲着远点儿，别跟她发生正面冲突，真的不好。她跟别人脾气不好我管不着，但是他欺负我爸妈就是不行，我干嘛要躲他呀？为了我们的将来，你就忍忍不行吗？你别跟我说这个，我不爱听。别闹太僵了，闹太僵真的不好。小季，天野，啊，我等会儿再来找你啊，快去快去。你看你自己，大庭广众之下的搂搂抱抱，像什么话呀？还要不要脸面了？还有没有教养啊？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，打七骂俏学倒蛮快的嘛，还没嫁人呢，这要嫁人了还不得翻了天吗？姐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是不是跟田野吵架了？啊，好了，别哭了。哎呀，不是妈说你，你现在不是小孩了，现在已经是大人了，不要再像以前那么任性，懂吗？妈，我这就搬回来住，还有，明天我去公司请假。我会去照顾姐的。妈说的不是这些，主要是你和田野的事儿。妈，我没有，我妈，你是不是不喜欢田野？不是妈不喜欢他，妈只是担心。哎呀，宫莲你也看到了，对咱们家积怨那么深，他能容得下你吗？好了，别哭了。妈也不想干涉你的感情，可是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多想一想啊。哎，
好了，别哭了啊、哦！好好想一想，等你想好了再做决定。小薇啊，那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。古人不早就说了吗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这十件事里面经常会有个八九件事是不如意的，只要想开一点，那总会过去的。啊，干嘛呀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回去跟你妈说吧。哎，我等你好长时间了。你放开。走吧。姐，我妈在医院里说的那些话确实挺难听的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今天是来向你道歉的。你妈说过什么话我都已经不记得了、哦、这么说你不跟她一般计较了？是，我不计较了。我和她既不是一个单元进出的邻居，也不是每天要打交道的同事，他除了跟我姐还算是个亲戚以外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没有必要跟他计较。别啊，那你跟他没关系，那你跟我不是还有关系呢吗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姓田，我姓苏，你是有头有脸的外企白领，我是一个没有教养的野丫头，咱们能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姐，真的别生气了。我妈说那些话确实挺过分的啊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会说出那样的话来。你知道你妈太过分了，你还不当场制止她？你现在跟我道什么歉呀你？制止？我怎么制止啊？我要是能制止得了，我能让我妈那么伤害你吗？再说我妈那人什么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她没把话说完，你就得听他把话说完，你越制止他，他就越……好，你要做孝顺儿子，你不想惹你妈生气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可是我也想做个孝顺女儿，我也不想惹我妈生气。我妈不同意我和你交往，所以，请你出去。小季，我知道，咱们两家的积怨越深，咱们俩的相爱就会越难，但是我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啊。我爱你，胜过一切。可是你爱我吗？你跟我在一起快乐吗？你说话呀！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需要冷静一下，请你出去吧。怎么说？你现在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爱你有用吗？我们可以解决两家的积怨吗？我爸妈已经够难的了，我不想他们再为我的事情操心。先出去。我不走，走哪儿去？要我走？我心里真的很矛盾，真的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
我妈也真是的，怎么把话说那么难听，多伤人啊！哎，那你发飞信呀？我都发了 N 遍了，她一个字都不回。那你就再发，发那肉麻点的，女孩子就喜欢肉麻的。发呀！你说，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肉麻的词儿一个劲儿的往上涌，拦都拦不住。哎，小薇，我给你下载了一首歌，张雨生的。我自己没事还上网倒腾查的，也是不是特令人振奋？小薇，心里要不舒服的话就说出来，别老闷着，这样对身体不好啊。我真后悔自己瞎了眼，偏偏认准他了。陈伟健是经商以后才变的，所以你不需要用别人的错误来责备自己，不傻吗？哎呦，小薇，终于找着你了！哎，好点了吗？你来了啊！哎，看喜欢吗？我呀，特意从我爸的花房里给你拿出来的。嘿嘿，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嘿，我就知道你喜欢花。等你出院了以后，我每天都给你抱一盆花送过去啊！嗨，你哪儿不一样啊？也到那会儿，你爸那花房就让你搬空了，就没事。我都想好了，我给你换花。有你这儿子可真行。嗨，那算什么呀？哎，小薇，我一听说你跟陈伟健离婚了，哎呦，给我高兴坏了。啊，不是。我那意思是说呀，陈宇健这个混蛋，离开他是好事啊，犯不着因为他作践自己。那好男人不有的是吗？是不是？陈宇健这小子，我弟一定帮你好好教育教育他。你放心吧，帮你出气。教材以外，再看看别的呗。老周，接电话。行啊，全系就你一人没手机，对不对？不会那么巧啊。喂，找谁呀？我就是啊。周家昌，你来医院一趟，我在小薇病房等你。喂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命令我。没到这份上。把蛋给我玩阴的。吃点东西了，哎，吃点来。哟，陈总来了。哟，怎么挂花了啊？苏小薇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博士生的杰作。我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你的设计，但是人家肯这样替你出头，甚至不怕进局子，你是不是特感动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别给我装傻充愣啊！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？男子汉做事就得像你上次给我那拳似的，当面动手那叫胆量，你背地里扔黑砖玩阴的那就狗屁了。我告诉你，老子黑道白道有的是人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给我玩这套，你嫩了点儿。哎，你凭什么就认定是我干？我凭什么认定？不是你干的还有谁啊？我除了你周家昌，还有谁这么急着表忠心献殷勤？啊，
这次我看在小薇的面上啊，就算了。但是事不过三，你要再敢这么干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不客气又能怎么着啊？啊，苏小薇，你听清楚了啊，你自杀虽然和我没关系，但我还是很同情你的。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去补偿你，现在有人替你出了这口气，那我们就扯平了，以后谁也不欠谁的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慢着，你往人家头上栽完赃你就想走呀？我栽什么赃啊？你看我头上伤，我流了一大滩的血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受了伤就得让我周哥负责，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你现在出门被车压死了，还得让我周哥给你偿命呀？陈伟健，再说了，你这种小儿科的把戏我见多了，别以为往头上缠个绷带就说自己受伤了，你蒙谁呢你？我能蒙谁呀、啊？你看看啊，这血都渗到外边来了。我怎么瞧着这么像红药水的？是不是？什么红药水？啊、你看清楚，这红药水！我让你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哟，你真的受伤了？这还能有假？对不起，我实在见不得你们这些龌龊之人。我，哎，知道那一板砖是谁拍的吗？谁啊？真的，老虎，你别吓我。哎，让你猜着了。哎，我看这些也差不多够我姐吃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哎，我说，干嘛不把你姐接到咱们附属医院来？这儿离家又近，你妈在那上班，她也方便照顾。瞧你这脑子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情啊？你想被全世界都知道吗？哎呦，对，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谁干嘛？这两天气色越来越好了，饿了吧？爸，干嘛去了？怎么现在才来？对不起，路上遇到点事情耽误了。脑子饿驼了吧？爸，要不然你喂姐吧，我再出去有点事儿。姐，拜拜。来吧，还热的。小心烫啊！哎，护士小姐您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刚才送进来的那个抢救的老太太，是不是叫孙玉霞？对，孙玉霞。她现在怎么样了？妈，嗯，回来了。快别烫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干什么？坐。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？谁啊？我看见孙大妈了。是吗？在哪儿啊？就在我姐住的那家医院。怪不得你爸找不着她呢，她怎么住那么家小医院啊？那儿根本治不了她的病呀。就这她还住不起呢。妈，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，咱们帮帮她吧。那当然要帮了。这样吧，明天我下了班去看看她，把她接到我们医院，这儿条件好一些。可是药费怎么办？哎，也是啊，咱家那点钱也不够啊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不是说有家汉什么公司？汉荣集团。谢妈提醒。哎，你上回给我留的那张抄了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呢？我不是给你了吗？在房间，我去找。小姐您好。你好，请问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哦，我想找你们的董事长裴汉荣先生。请问您贵姓？我姓苏。好，请稍等。您别查了，我没有预约。我们董事长很忙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这个不好安排。我的事情特别着急。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帮助你。那你们董事长什么时候下班呢？我在这边等他行不行？说不定到几点呢。没事儿，我等他吧，
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我去拿报纸看。孙大姐，哟，哎呦，嫂子，你怎么找到我了？身体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没事儿了。你看，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还让你们记挂着。没有没有，上次怪我没把话说清楚，让您误会了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射门啊！直接。外面还有人在吗？在金山外围实施冷箭，现在变成了2-1。喂，喂，田野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哎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被关在汉荣集团里头了。什么？所有的人都下班了，这边没有人，很黑，我很害怕，你快来救我行吗？喂，小俊，我来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奇怪啊，他们这儿怎么连个保安都没有呢？回家了。哎，您给我，哎，天，您闹闹。哎呦，今儿累死了，我先洗澡去了啊。你找一个电脑，看看有没有他们公司的网址。行。我找找看去。哎，我摸到电脑了。我是来找裴汉荣董事长谈事情的，我不小心被关在你们的大厅里头了。如果有人看见的话，请快点来救我。还没有回音吗？我就说了不管用，这么晚了，谁还会看公司信箱呀？贝贝，贝贝，啊！我有事去公司一趟，你先睡吧啊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有事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您是公司里的人吗？你是谁啊？啊，我叫田野，我女朋友被关在你们公司里出不来了。谁啊？是我。干什么呢都？快开门。是您啊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就开。我没事，爸爸。我都饿死了一晚上。等会儿带你买好吃的。哦。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我在。行，你的事情我明天再说吧。这样，去给他们买点吃的去。好，知道了。请问一下，您就是汉荣集团的董事长裴汉荣先生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们公司还没有第二个姓裴的呢。就是为那个农村妇女筹措手术费的事情，您让您的秘书给我打过电话。可是你当时没给我们回话呀。孙大妈她走了，这两天我们刚刚把她找回来。先吃，吃完了我们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就怕您没有时间跟我们谈，所以给你写了一份很详细的资料，您仔细看一下。那嗯，你是让我看这个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拿错了。啊，收好啊。哦。裴董事长，要不然，你也看一看，方便的话。苏小姐，让我看这个广告文案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您有兴趣的话，我也很希望能够和贵公司合作。
对不起，小姐，你请回吧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刚才说错什么话了吗？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耍小聪明。你要是大大方方的来求职或者拉广告，也许我会考虑你的要求。但是像你这样，打着社会慈善活动的名义，要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对不起。不，裴先生，您误会了。这份广告文案，我只是请您顺便看一下。如果您没有兴趣，我可以马上就拿走。但是，救助孙大妈的事情，还请你务必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她现在处境真的非常困难。现在社会上需要救助的人很多，但我不想让我们集团的慈善基金变了味道。董事长，您还记得您自己创业的时候吗？我想，那个时候，您一定也遇到过很多困难，一定也有过想接大任务却被拒之门外的时候。是的，你说的不错。他现在就跟您那会儿一样，刚刚发展自己的事业，像他这样的小业务员，平时要见到您这样的大人物是很难的，所以他想利用好这次机会，顺便谈一下自己的事情。顺便？问题是你们顺便来谈什么呢？是顺便来谈广告，还是顺便谈社会救助呢？看看这个吧，有时候地摊小报上反倒能道出真相。这是污蔑，我们根本就没有。不必说了，二位，请你们尽快离开吧。啊，哦，哦，对了，我倒想顺便提醒一下二位，下次你们要再来了，请不要再睡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走，走啊！我就不信孙大妈离了他还活不了了。董事长，听说昨天夜里出点事儿。哦，哎，你还记得有一次我让你给一个姓苏的小姐打电话，关于慈善基金的事情？记得呀，她没给我回电话。嗯，后来我在街上看到小报说当事人有欺诈的行为。哎，我记得我把那份报纸给您了。啊，我看过了，估计是有什么问题，让记者给捅出来了，所以这个苏小姐也就不敢打电话过来了。昨天晚上被关在咱们大厦里的就是她。真的？那您没报警啊？报什么警？她一个女孩子，又不是劫匪。你帮我把这件事情查一下，查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那个农村老太太是怎么回事，还有那个女孩子的情况。一切情况？啊，一切情况。走吧，云雀。哎哎哎，来了，走。小鸡呢？昨天他还嚷嚷着要去接小薇吗？我让他取钱去了。昨天不是已经办好出院手续了吗？还取什么钱？有件事情没告诉你，小季啊，找到玉霞了。啊？在什么地方找到？就在三河医院，我怕小薇察觉到，所以没敢告诉你。赶紧给他办转院，他的病不能再耽误了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住进第一医院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他说啊，是一家大企业赞助的，到时候你见了他，别说漏了嘴。好，那太好了，这下我就踏实了。赶紧走吧，去晚了，不知道宫里又闹出什么事情。是。